啊，下午好。来，欢迎收看我们现场烹饪节目啊，表弟好主意。说今天有富贵鸭，说我们有一道菜是富贵鸭。还有一个贵豆炒那个橄榄菜啊，来下午好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把我们的视频给分享出去啊，出去，来 Coco thank you 来五十个欣赏来，出去，谢谢 Coco， 新地庆谢谢一百个星 thank you 谢谢你，狗魂神来厨房啊。他每天来这，我煮菜他就来搞叫嘛。Hello, thank you. 多谢，拉德。来，继续帮我们分享，谢谢。嗨，各位朋友好 ，Thank you， 谢谢支持和欢迎啊！哎，这里躺着了嘞，睡觉了，这里。出去。还有虾是吧？虾怎样做？虾炒小虾，哦，干煎小虾啊！今天会做一个。我们在油锅在热热，我们要炸那个鸭。我们要炸鸭。大鸭的鸭的那个皮的颜色啊，那上色，准备一锅油先啊。Hi Mickey, will you cooking this Sunday, Father Day? Father Day 是爸爸煮啦、啊。Father Day 啊，像维拉要不要煮啊？啊，维拉不会帮你的啦。啊，叫维拉帮他煮啦。来，继续帮我们分享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啊。Hello， 表哥表姐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？来，我们做一个富贵鸭。那天做的鸭有半只啊，富贵鸭、啊、鸭这里要。这是前天做的那个鸭是吧？还有半只在这里。那天你梅酱鸭很好吃，所以那天梅酱鸭。那个叫酸梅鸭。酸梅鸭，哇，真的不够吃啊！那天一下子就烧光了。来，才半只，我以为是。没有人那么喜欢吃肉啊！那一天，表弟米奇下午好，今天是我生日啊，可以帮我唱生日歌吗？来 ，Donny Wong，Donny Wong，Donny 是一个会厨艺的，哇，一个男人啊！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啊，谢谢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天天身体健康，天天支持我们啊 ！Thank you， 开开心心每一天啊，最重要身体健康啊 ，Donny。好，我们这个不要拿，尾巴不要，这个我买了。呀，这个也是买这些啊，我们买。这是嘎拉呆也是。不是，他们一抓一下啊，一受伤一下啊。哦，黑青这样子啦。黑青就这个肉就没有。OK， 我们这半只鸭也是差不多接近一公斤啊。啊，好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多尼。OK， 这个是肉碎我炒橄榄菜啊，橄榄菜你们可以买这个橄榄菜的，不错了。香港的啊，香港的这个橄榄菜我有时我拿来做什么的吗？我来送桌啊，煮桌啊。哎，这个我在 agency office 吃最多了。香港橄榄菜很好吃啊，这个我每次配粥啊。我每次在 agency 煮菜啊，煮了鸭肉松啊。这个来炒那个。我吃煮粥啊，
一个粥啊，我丢一罐下去，啊，那橄榄油的有橄榄油的味道，啊，很香。表弟，今天是 GG Wong 的生日，请唱生日歌。GG Wong 是那个兔子的 logo， 那个 GG Wong 吗？GG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啊！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我们 GG。叶姐也是一个铁粉来的，是吧？祝你身体健康啊，事事顺心顺意。来，我们现在要炸这个，我们一点点老抽的颜色啊，所以我们要上色啊，我们就放一点老抽就可以了。黑酱油啊，如果老抽哦，你说哎呦一下子太浓了啊，你就可以掺点水，它就薄了啊。如果浓的话，你就这个有一茶匙吧？有啊，一茶匙，一个茶匙啊。说老抽一个茶匙啊，我们主要上这个半只鸭。你没有老抽，你放酱青也可以啊。没有老抽，酱青也可以啊。你看，如果你说哦，这个比较上色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冲冲水。颜色比较黑啊。冲冲水它就可以了啊。除非你的油啊是本身是深色的。油昨天炸了，有点深色。深色。那么今天油炸了，等下又再炸香。橄榄菜炒饭是很好吃哦。橄榄菜炒饭都很好吃，炒菜炒饭很好吃。改天我会跟。那天我看到，有一道菜叫苦尽甘来啊，苦瓜炒橄榄菜，哇，好像不错啊，苦瓜啊，那为什么呢？苦啊，那么苦尽甘来，甘是橄榄哦，是真的，苦尽甘来，对，还是你自己穿出来的？没有，有一道一个餐厅啊，酒楼啊，在香港有一道菜叫苦尽甘来，对，改天我再煮哦。那么巧啊，今晚也是煮橄榄菜蒸肉饼啊，哇。油差不多热了了，我们要来去炸一炸它。OK， 差不多热油了，我们准备炸那个鸭皮啊。当然，我们的油啊是带深色，因为昨天有用过了。OK， 这个是昨天用过的油啊，虽然颜色对比，但是它油还是很新。虽然是昨天用过它，还是所以还是蛮美的油，只是它稍微黑色了。黑色来炸那个鸡皮啊、鸭皮啊，最美的。最美，对。做那种烤鸡啊。所以是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拿来，你放在这样的东西，你就不会要小心哈。OK， 我们放那个皮放底部啊。放下去要小心哦。好。不要理它，给它慢慢炸。你要拿盖来盖住疫情今天5738宗，哇，还是5000，很难降价的感觉。这个如果大力的话，你可以开比较小力的哦。这个是你要焖那个富贵鸭的吗？不可以这样。那我们富贵鸭，我们看看一下，我们富贵鸭有什么？哦，这里要柴羊，没有冬三毛，党参啊，还要放点党参。对，告诉大家有什么？一株多少？一株这里多少？这个是玉柱啊。一株从15克左右了。15克的玉柱啊。我看看这大概是15克吧。看看、啊。15到20克嘛。哎，紫兰粉是小茴香吗？20多克吗？添加的。添加。来，接近30克的玉柱啊。紫兰粉是小茴香吗？不是小微江，不是啊 ，Cookie Saw， 来谢谢你的50个欣赏。那这个你如果是想要把它挖拿掉也是可以，但是我的负能量不用紧。来红枣八粒，这里2468这样。八粒啊，其实不用这么多了，半只不用多嘛。然后这个是你切开了的，当归三片，当归，然后枸杞。当归4片啊，4片当归啊，枸杞啊。表弟来呢，可以教鸡公煲吗？可以 ，Wedding list 啊。橄榄菜跟苦瓜很好吃，我时常煮啊。苦尽甘来。原来啊，橄榄菜配那个苦瓜叫苦尽甘来啊。对，GG Wong，谢谢50个欣赏，谢谢你。谢谢GG。
我们稍微冲水一下呢，来洗一下药材啊，稍微冲水。所以我们重复啊，我们有当归三片啊，然后那个这叫什么啊？玉柱啊，玉柱我们这里28克啊，你可以30克都不用紧了，上下都可以啦。没了，包大包了那个了。红枣啊，我们有8粒这里，哎，它少了咯。红枣有5粒还是？对了，8粒那里的。啊，8粒红枣。啊，你慢慢来。然后还有那个枸杞啊。啊 ，OK， 这个党参啊，这个党参你们可以跟海天不错的海天。有你名字嘞，党参。对啊。表弟的党参。OK， 来继续炸啊。这些药材来可以来煮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这个你来做我们说我们的药材鸡啊，就怎样开的？用怎样开啊？你可以用脚开啊。你其实昨天那个薯泥呢，有肯德基的味道吗？哎，薯泥味道很好啊。啊，但是我建议你用割筛的方式啊，把薯泥割筛，它就会更幼啊，吃起来口感更好。没有，搅碎它，搅更碎了。不是要用那个麦啊，割筛呗。薯泥当割筛，不可以的。哎呦，搅碎会滑吗？没有，搅碎它。OK， 这是党参啊。单身长这个样子啦，好像我外面采的那根柴一样啊。来呀，不要炸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炸不美哦，不要炸就不美啊。哎，来一只半啊，一只半。哎呦，这个、啊，他的那个昨天做的那个菜啊，哇，那个真的是180KFC 的味道，对，180KFC 啊。啊，那个，哎呀，为何要先炸？等一下要去焖、啊。它有颜色啊，有颜色上色啊，最重要。啊、鸡还没有养大。OK， 主要告诉昨天那个马铃薯泥，你们要跟着学，它真的是不输给美多乐。哎，那个 KFC 啊，那个单身啊，它不输给美多乐，因为美多乐没有出。不输给 KFC， 那个单身这一包大概多少钱？海天，你问海天，他不知道叫海天公司啦，不错，他是因为他最近啊订很多很多这个干粮啊，然后都卖到很便宜哦。请问家为何要先炸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上色啊，我们炸的目的啊还要起啊，还要用水洗先啊，洗就是去掉它的油啊，我们炸的目的是要上它的皮的一层的颜色啊 ，OK。现在用的锅头有卖吗？多少 cm？ 32cm 吗？暂时还没有卖啊。我们在试用中啊，我们会更改它的里面的那些，它的把柄啊之类等等啊。红枣不用剪开吗，师傅？哦，你可以剪开啊。疫情多少宗？好像5700多宗啊。玉柱换成海柱可以吗？玉柱换海柱啊。来洗一洗再洗啊。海柱是什么？我们很少用海柱来做，很少用海柱哦。你可以试一下啦，我们是用玉柱啊。对，5783宗啊，今天。啊，哎，我们拿一个打包纸啊。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叫那大草啊，不是用打包纸啊。啊，这样类似这样打包纸啊。如果孙相用，谢谢你75个欣赏，谢谢。这个党参是几文党？什么是几文党？党参是几文党？我不会药材，他不是很会药材啦，我会一点点那药材的名字而已。OK， 他拿一个细纸啊，放在中间、啊。那是海天的那些药材药包啊，都卖得便宜啊。明天是我没有下厨，不过明天我会煮八个碟啊。OK， 明天我会煮八个碟。这个是蒜米啊，要拿去炸一下。OK， 蒜米几粒这里？你这五六半就可以了。啊，五六半开二啊。所以我们来炸一下，拉油一下。OK， 我们药材就放在上面上去啊，万材。来分享了，谢谢分享。来，我们把所谓的所有的玉柱啊、党参啊、枸杞啊、红枣啊，我有讲漏红包吗？没有啊，还有当归哦。啊，还有当归啊，全部放进去啊。用鸡要炸吗？用鸡也是要炸的，要炸啊、也是要炸的。来，我们放蚝油啊，3汤匙，3个汤匙的蚝油啊。
海柱是煲糖水的，来谢谢给我 information 啊、嗯、，Thank you 啊，海柱用来煲汤会很甜啊。OK， 明白了。嗯，煲三个汤匙的。嗯，三个汤匙你。如果是杯面的三个汤匙，如果这个可以换到三四个小汤匙，我们蚝油三个汤匙啊，所以我们是用海天啊上等蚝油，然后我们把五瓣的蒜米拿去拉油一下，然后开二啊放进去了。去哪里买什么那个海天酱料？海天酱料是啊，海天你每个拜二、拜四、拜六哦，其实很好哦，我看到啊，他哎呦，他最近。今天他寄一大堆那个海天的、哦、我看到我比较少喜欢得到要命啊，来一搞酱啊、Mickey 更喜欢了、啊、Mickey 最爱吃了，什么都临时寄过来就是了、明天煮粥后白骨蝶吗？粥后白骨蝶有没有分别、白底也是粥后白骨蝶 啊是白底的，粥后白骨蝶是黑、也有黑底比较轻的，我比较轻的，我明天用、海天的那个白骨蝶料包来煮，来药材鸡的做法，对，要采集的做法。那么在这个，其实，在你们有去过客家客家饭店吗？客家饭店、客家饭店、就有一道这样的，他们的一个药材鸭，他们讲药材鸭、啊。还有我们姜片啊，就紫姜啊，切四五片。紫姜四五片、OK， 放进去 啊。原来叫富贵啊，它的富贵在哪里啊？富贵在哪里？什么叫富贵啊？富贵在心中。我叫你解释这个，跟我讲乌龟太清楚了，那个鸭没有心啊，给你挖到这样。今天做的薯泥啊，配酱料味道好吃、啊。对，你会配到很好，真的是我放上去啊，哇！来一茶匙的鸡精粉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不要，半茶匙的糖，因为它都蛮甜了的、半茶匙的糖啊，因为它蛮甜啊。Mickey， can you ask chef at least to cook the Olive veggie fried rice 可以啊、来撒一点胡椒粉啊、可以不可以做橄榄炒饭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明天呢？就明天好不好？反正明天得空啊。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。酒可以换多一点，两汤匙三。两个汤匙都行。因为这个是哪？这样你放两个汤匙。对。麻油也要啊，麻油要啊，麻油要放两茶匙啊。两茶匙啊。两三茶匙，三茶匙啦。你给一个正确的数量。三茶匙。OK， 你料酒多少？料酒三汤匙，三汤匙的料酒，三茶匙的那个、芝麻香油啊。来，请问不要放蚝油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。这个就是吃蚝油的味道。当然你可以放，因为我没有放盐啊，就是蚝油的咸味啊。对。特别就是那个，师傅石斑鱼头啊，肉骨茶很好吃啊，JB我有吃过一次啊。OK， 我们放200ml 的水下去。来，热水放200ml 啊。如果你要汤多一点的话，因为最后我们那个汤底要很好，你可以放多一点点。米奇，海竹更甜啊！谢谢啊，来煲汤和煲糖水用啊。来，白底肉骨茶是潮州人煮的，鸡不要炸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颜色没有这样美啊，颜色就会苍白、啊。这个比较小片的，不要紧，因为我们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包住它。这个很像药材鸡，就是药材鸡做过来的。这样我可以叫药材鸭吗？就是有人叫药材鸭吗？要冲热水吗？有，要洗一下。洗一下。表弟要变成鸡可以吗？可以、啊。可以。要变成鸡就是药材鸡哦。表弟可以叫北京鸭吗？哇，要那个要北京鸭。啊，要好命啊！我有叫他做，他想了很久啊。我想来做，超多工啊、你会做吗？我们不可以讲。OK， 来，下位包上来啊。不会就是不会。他、不会啦，不会要承认啊。烤鸭我们会烤，但是没有那个挂炉就，烤鸭会烤。富贵在上等的药材里，哎呦，原来叫富贵鸭，富贵是因为很多药材啊，像那个乞丐鸡乞丐鸡。很大的分别呢，有一个富贵鸭和乞丐鸡，但是你可以讲富贵鸡吗？你可以讲富贵鸡？没有，我们都叫乞丐鸡吗？但是他们餐厅啊，他们叫教化鸡吗？教化鸡也是放酱的药材，你看被我问到了是吧？为什么叫教化鸡而不是叫富贵鸭？不是富贵鸡？人少用鸡腿一只两只这样煮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不要皮。不用过油也很好吃啊，来清清淡淡也可以啊，这个你喜欢啊。
哎，米奇，昨天的那个冰梅亚好吃吗？哎、欸，好吃啊！冰梅亚是前天做的，前天是好好吃，好好吃这样子好吃。你们跟着 follow 就对。对对对。你那个酱料啊，你可以多半份，啊，就算你不多半份都可以，你就是整只鸭拿去焖焖焖啊！哇，真的好吃。那个纸是烘焙店买的吗？打包纸啊？打包纸来的，在哪里买？你去。很多店啊，22×22哪里买？卖大货，那些有卖纸打包纸的地方都有，一般上杂货店都有啊。一般上表弟，大茴香和小茴香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东西。来，水多少？啊，热水多少？这个是蒸的，来蒸，来蒸啊，热就是说多少都不用紧了噻。对对对，有水就可以了。我们最重要是蒸啊，所以我们叫。放下你的鸭有腌制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个蛋啊，我们只是放那个蛋帅帅在它的那个 skin 上面吧。有 plastic 不会中毒吗？这个是拿来烹饪的纸袋是吗？打包纸袋的，这个可以。你们就是你在餐馆打包的纸袋啊，是可以受热耐热的东西的。鸭的纸去哪里买？就是那个是打包纸来的，打包你去拿打包瓦当花啊，那些那铺纸。OK， 可以。太清楚。来 ，OK， 我们要焖多久？气压锅。所以这个等它水滚的话，我们要焖久一点，好不好？嗯。12分钟，我们认为不够啊。我们煮到菜煮完的时候，差不多我说，鸭可以焖久一点的，我们用20分钟。20分钟啊，那么我们就是普通包要200分钟哦。对，普通包要200分钟很贵。但是我们要冲水嘛，啊，所以是你讲20分钟，其实不到20分钟的，啊，最好是2个小时，超过如果你慢蒸，要蒸2-3个小时、3个小时都要这样蒸，啊，因为鸭肉越软越好吃，啊，所以我蒸它用它20分钟啊， okay。 就是说我们最后煮完菜的时候才来打开，啊，打开，啊 okay，就刚刚好了。哎，叫化鸡有包着泥土啦。哎，主播有吃过咖喱鸭吗？没有啊。咖喱鸭有人这样讲，我就没有吃过啦，可以来煮哦。八宝鸡料有什么分别啊？八宝鸡顾名思义就有八样东西，对，跟那个鸡啊，里面塞了八样东西啊。所以现在油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先做这个虾。如果用鸡要蒸多久？鸡要至少2个小时啊，也是要2个小时啊。鸭呢，鸭是建议用2.5小时到3个小时啊。鸭就2.5小时或者3个小时啊，就是鸭比较久一点啊。对，哎，表弟，明天会有特别直播吗？有特别的爱啊，送给特别的你啊。明天我就煮那个巴骨爹啊，我那还有一个炒饭啊，炒饭那个橄榄菜饭啊 ，OK， 橄榄菜炒饭啊，来可以用那个 aluminium force 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其实那个是那个我你要买个比较大张的 aluminium， 我是比较小张啊。哎 ，parchment paper also right， parchment paper 也是可以吗？这样的 paper， 那个烘焙纸这样。烘焙纸它油它会漏出来了吗？啊来烧肉炒饭会吗？烧肉炒饭你上次有煮给你看啊，你应该忘记啊，我那时候做烧肉的时候有做炒饭啊。哎，表弟帮我问一下表弟的鸡盖啊，几时要做啊？那个鸡在养着啊，要这样来。来，如果用鸡要焖多久？一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建议2个小时，因为要跟它肉要软，但是鸡的肉太软过头啊，就不好吃了。来，啊 ，Vicky， 昨天那个猪脚不够熟，后来怎样？拿去再烤一下就好啊。嗯，那个烤的那个猪啊，那个 OK， 那个没问题啊。嗯，但是表弟讲不美，我觉得 OK 啊。你这么讲阿皮不好啊，我都觉得，哎，我建议你啊，建议如果那个猪拿上来，每次我就这样的，那个穿烫了熟了，对不对？你吃了它皮，用来吃剁剁剁剁，它烤的会更美，因为好像烧肉这样很美。来，5000多人的赞及格啊，表弟的及格是要6000啊。来，我们虾开背啊，大家没有跟我分享，都要跟我点赞一下，因为点赞一下以后你容易进来。啊，我会通知你。就算你没有点赞，你也是容易进来啦。我不知道要讲我。不是，有通知你啦，他会通知你。一般上我们很多人没有点赞，也是有人被通知。Micky， 你不要这样。来，请问表弟要骗你的 like 啦。来，请问买回来的冷冻烧鸭要怎样烤的？像你煮的那么好吃啊？冷冻烧鸭啊，它退冰了的嘞。啊。你就是拿油哦，放在这个啊。鸭肉啊，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拿油
一只零，零零、啊、一只零，一只零，啊，不要考了啦，这零，一只零啊，啊，这零。来，明天五点半有直播吗？有特别的 special 啊？做吧，教大家如何做巴古德啊。哦，虽然有教过，但是巴古德。印尼鸭，印尼鸭跟印尼鸡一样的是吗？十全鸭，十全鸭是什么？煲砖啊，拿来煲煲汤啊。我也可以试一下啊。药材来的啦，煲药材汤啊，那个没什么。为什么鸭要炸啊？要颜色，要上色啊。颜色嘛，我们那时候在餐厅，我们叫色香味嘛，色颜色排第一嘛。OK， 第二个才嗅到香，第三个来吃下去。请问气压锅一个多少钱？这个是商用的，这个十五 l 的比较大个，这个是我商业的用途啊。这个是1888。对，1880啊。OK， 那么我建议你买那个家庭式的八 l 的了，八 l 的那个就798块啊。OK， 吉兰丹很流行的咖喱鸭。来，我们洗虾。你这个，你的这个虾膏要不要？你不要，这个是膏来了，这个是膏来，这个是肠。哪个是肠？啊，肠丢掉了。这膏你如果不要，就是膏啦。如果你不要，你就跟它洗掉。如果要，你就留下来。OK， 我们开掉，去掉肠啊。嗯。我煮的表弟啊，蒜酱啊，还有海鲜豆腐，我家人说超好吃的。你看你的地位，三，你的地位马上提升了啊。你的在家庭的地位马上 level up 啊。嗯。然后两夫妇的感情又更好。跟家婆的婆媳关系更加好 啊！自从我看了表弟好主意之后，我的老公常常说：“我又换我开始烦了。”哎，表弟慢慢讲啊。有一个广告是这样吗？哎，以前我妈妈有叫我煮过咖喱鸭，真的好吃。我就觉得咖喱鸭是不是跟咖喱鸡一样的煮法？差不多一样了，差不多一样嘛。可以啊，煮咖喱鸭，下一次我煮咖喱鸭。好，来已经分享了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OK， 油要这个油要热啊，炸。说完全没有腌制啊，我们要炸虾，虾你不打算要干生吗？还是你要上那个木薯粉？对，要上要木薯粉。OK， 我们上木薯粉啊。最好是给它干生，咱们就噼噼啪啪。如果你说很湿的话呢？对。啊，很湿的话，你稍微慢一下喽。啊，慢一下，来，他们就不会，谢谢。我们炸都不会炸到喷到满地啊。对，我们骂干生不能，他就哔哩吧啦。对，他会唱歌给你啊。OK， 我们炸的话，我们放一点。来，谢谢。哎，米奇，你不要这样。木薯粉啊，哎，木薯粉啊，放一点就好啊。主要的是这个是炸的时候，它会守住那个虾。另外一个，等一下我煮制的时候啊，它。因为它这个有木薯粉啊，就有粘性嘛。嗯。粘性的时候，等一下我在煮酱的时候，它就容易贴上去啊。就贴住它，就味道就会上在那个虾的身上啊。太美味了，这样煮。学习了很多表弟的调味的方法，感谢啊，谢谢大家一起学习啊，我都在学习的，我都是在错误中学习。我常常讲啊，造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造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嗯。所以我们要的，你要你的食。这个烹饪的这个厨艺进步的话，你要更多的招艺，更多的招艺，就是要多措施更多、啊。对，不是要招，哎，招艺未必是招措施啊，招艺就是你的经验哦。就是 okay, 没有这样顺利的意思啊。没有招艺，有好的招艺可以吗？来，我要站你后尾。如果你要怕，你怕热的话，你不是拿盖住了啦。哎，他有秀了，嗯，还有一个。油很热了，炸虾、炸豆腐、炸鱼、炸鸡，啊，一般上都要大火热油啊。啊，大火热油东西就是要大火。哎呦，我完全看不到。来，对，要请教表弟啊，弄午茶的肉要怎样煮才不会柴啊？对，你就是、好吃的啊，一直详情明天啊，明天准时啊。来，富贵鸡红红不能吃啊。已经分享十个群主了，哦，他也今天可以太棒了，你啊，太棒了啊！谢谢你啊！哎，不要分享这样多，等一下那个群主把你踢出去啊！好 ，OK， 我们这个啊，那么来好了，我们就捞一下，捞一捞一下、啊。我不会煮了，不要地主了，稍微捞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来，请问表弟，那个海天的秀质啊，极致啊，可以煮什么 ？BBQ 出来的，你烧烤的东西，你可以炒一点上去啊。啊，极致，你可以炒面，干炒面的时候放一点下去也是很好吃，是好啊。啊，来，我们炸两次哦。OK， 我们炸两次虾。来炸两次。OK， 把那个渣去掉啊。
昨天的那个猪脚哪一个好吃一点啊？我们昨天吃烤的，烤的比较好，比较理想，烤的会比较理想啊。但是如果真正的好，因为昨天的猪脚因为快，不过就是试熟了，就是不过里面不够啊，不够熟啊。那么真正如果要炸的话，就慢慢火炸啊，油多多慢慢火炸啊，那个就好过哎白了。因为昨天我们吃了烤的话、啊、都饱了咯，炸了吃不到了。其实真正是用油炸是比较好吃的，老实说啊。我也想油热了啊，用表弟的阿三酱来炒阿三猪肉啊，应该很好吃啊。都可以的，阿三你可以炒鸡啊，有人炒过阿三鸡肉。啊啊，不一定要煮海鲜的、啊，有时我们跳出框框 啊，以为阿三是酸，就是不是？哦，可以煮那个肉类了。哪里买、啊？那个虾很新鲜，米咕嘟啊。我们哦煮完海鲜类的会用它的那个令啊，你可以去米咕嘟那边买啊。哎，你这天天吃好了，其实可以减肥啊，有瘦到，哎，瘦了两公斤啊。嗯啊。I can teach how to cook the long dong 啊，long dong 是吧？哦啊，马来人的马来菜啦、啊，对，我们马来有族的一个菜来的，还有你会煮啊？long dong 就是煮那个饭啊，那个long dong 那种沙爹啊，煮沙爹不是一个饭那个？哦，那个里白色的对，然后那做的好像那个好像像现在很。我没有去注意它的食材，但是我就可以做啊。以前我蛮喜欢吃的。来，表弟可以煮福州红酒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之前有做过，我这里都有红酒啊，这里都有福州红酒。来，那个盖啊拿起来，油还会弹上来吗？不会有啦，因为它盖汤的时候已经弹完了，它不会再弹了啦。啊，我就是被踢出来了啊！建议啊，不要切太多啊，有因为等一下不拉杆啊，那群主会把你踢出来。父亲节维拉下厨啊，要问维拉。昨天没有去打，没有看直播，因为打疫苗啊，要多喝水啊。我给朋友阿三酱啊，他拿来炒那个羊角豆，超好吃啊，叫我给他食谱啊。对对对，那就是可以煮红烧包翅吗？红烧包翅啊，哇，哇。包翅啊！我误了地雷啊！分享一些群组啊，有些群组把我禁足了，有些把我不能 comment 啊！啊，你分享在你个人的 page 好了，不一定要去那种 大群组啦。帮你借个葱花给我。家里没有破壳啊，不用破壳了、啊，家、这个是太多了，其实马草多过菜，马草多过煮菜啊。嗯。来，我们的蒜米，然后要丢油一点呢。蒜米丢油，这姜毛，应该一条啊。不是姜毛，这姜来了。哎，兄弟，紫姜、蒜米、红辣椒、葱头子啊，葱头子特稍微比较多啊。大概这样分量。大葱不是葱的肉。兄弟，大葱来的。嗯。重复啊，紫姜、蒜米、大葱、红辣椒。OK， 是这样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做那酱料哦。来，玲玲哥，谢谢你50颗欣赏。谢谢玲玲。来，每天吃好料啊，要瘦都很难啊。没有，我每天有尼姑度吗、嗯？没有啊。我每天听到啊，米奇要减肥啊。刚才我说，哎呦，海天印一大堆零食给我们吃哦，我要减肥。减肥的零食来了吗？哎，每天早上8点起来跑步就可以了。哎，每天早上8点啊。不如选择8点晚上过后不要吃，来得更好啊！不是，人家叫过午不吃。过了5点就不吃。谁跟你讲、过午是12点的？我说过了5点，我说过午。过午是正确来讲啦，50的意思是11点开始啊。来，米奇今天几钟啊？5780钟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调味啊。5784钟啊，没记错吧？调味啊，来，我们调味啊。一汤匙的料酒，这个是要虾的是吧、你可以放姜葱辣酒都可以一样的、来，料酒一个汤匙啊。对，我们海鲜酱油哦，这海鲜酱油很香的、来，海鲜酱油啊，一个汤匙的海鲜酱油啊。我们的老抽，海鲜酱油里面海鲜酱油酱精也可以啊。来，黑酱油，一个汤匙黑酱油啊。Nikki, the point your dad used。
to cook 啊 is fresh 啊。一汤匙的。来一个汤匙的汤啊。汤啊。The day I bought from Nikudu Pond 啊 ，no fresh 嘞。来一茶。你不新鲜，你通知他。一茶匙的。有这东西，我们不新鲜，你就叫他换。我让我。OK， 刚才你就是放一茶匙的那个鸡精粉，那个糖一汤匙对吗？嗯。OK， 一汤匙的糖，然后水多少？水100 ml， 100 ml 的热水啊。OK， 如果你买尼古度的产品不新鲜啊，你可以啊私信表弟，或者是直接私信尼古度的配方，叫他换啊，叫他换。他不换，你跟我讲，我叫他换啊。来，我们放油啊。海鲜酱可以煮什么？嗯，海鲜酱，海鲜酱很多东西可以煮，叉烧，叉烧酱。你可以拿来腌叉烧，也做叉烧酱，用豆腐的酱、啊、对。那么海鲜酱你可以炒干煎啊，你可以炒那烧豆腐啊，对，鱿鱼翁菜。我们海鲜酱一般上当做，那天我做阿萨拉萨用海鲜酱来当做是虾膏来做，很好吃。来，隆冬有包菜三把，熟鸡蛋、花生，还有加米粉啊。有没有那个斤两啊？谁有隆冬的斤两给我这样？啊，你仔细表弟。OK， 这条子酱啊是要干煎这个虾的。这个是洗窑哈啊，顾名思义是洗窑为主啊。来，炸虾的油还可以重用吗？不能。这个我已经不要了，因为今天炸。对。但是如果要这样，可以来炸扣肉。炸扣肉啊？来扣肉。因为虾的那个味道比较重啊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啊。来，表弟，请问不饿肝脏除了煮咖喱之外，还可以用来什么？姜花。姜花一般上是牛鸭汤啊，或者是都会放的啦，或者是酸辣的。那个泰国餐他们常用的、啊、都会放啊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放的大葱比较大力吗？我们把大葱先放下去。来，大葱啊，切碎啊，它比较大，切到比较碎啊，这不是切碎啊。啊，蛮入戏啊，姜。OK， 来，紫姜切碎，放进去，来爆香一起来。锅很美有卖吗？没有卖啊，还没有卖这个锅。请问炸东西是不是要放木薯粉才会比较脆呢？啊，对，你放木薯粉炸东西会比较脆啊，是真的。来，5738中，谢谢告诉我，讲到反了。来，蒜米、红辣椒也放进去了。表弟很会炸虾，来，谢谢赞美啊。海天的陈醋和海天的老陈醋有什么分别？老陈醋就是比陈醋更老一点啦、啊。老陈醋是更好啦。啊，更 premier 一点的啦。过午不食是真人啊，凡人也可以过午不食啦、啊。表弟介绍我买的宝康鸡真的好吃啊，我做了盐焗鸡啊，我三个孩子都讲很好吃哦。今天我又买了3次了，谢谢表弟。来，谢谢你欣赏了那个宝康鸡啊，吃的会健康啊。健康鸡绝无打针啊，它是180的啊、哦，纯正的，纯正 ，OK， 自然鸡啊，对，在如果是不种的朋友们啊，对，UIJ 还可以去不种买嘛，那个不种 tree 的那个宝康鸡，现在买50块有送半份，买上50块就有啊。OK， 可以看一下表弟说的那个酱青吗？是这个吗？海鲜酱油很好哦，海鲜酱油啊，它有一个海鲜的 logo， 一个螃蟹在上面啊。OK， 海鲜酱油，你如果不要这个码头也是可以啊，只是酱油炒酱都可以、啊。码头的意思就是这种啊，配啊，爆香的东西叫码头、啊、配料。尼姑都可以继续冰城吗？可以啊，他们有运送的。OK， 我们这个 OK 了。信息没有回复我啊 ，AB 啊，你在信息表弟啊。我们很少没有回复信息的、哦、啊！你在信息、啊，除非我这真的是没有看到。来，可以看海天酱油吗？我们海天酱油有几个嘞？这个是好几位了。OK， 滚了，我们就放下这个虾 OK， 来，我们放下，过它。OK， 我们有用这个常用的第一道了，头道酱油啊，这是最好啊。OK。表弟可以煮阿拉丁海鲜炒饭吗？哇，这么好，有这个东西吗？越来越那个，窑啊烧，就是专门酱油而已，酱油包了。酱油和糖，如果是烤买啊，好，
来等你的锅等得很苦啊，我们再试用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可以用啊，之前的那个锅啊，那个也可以放一茶匙的麻油下去，可能更香啊。麻油 option 啊，麻油一茶匙。呀，表弟 use new 啊，这个锅呢，它可以用铁铲的。Okay. 来冲锅，哇，这样子就很好看了。老铁给我。小哈是传统的菜肴，也是最好吃的。来，保留传统啊，保留传统啊，传承啊，不要留到米弟手上啊，就沉船啊。表弟的新锅多少 cm？ 32啊。我们还要改进这个锅啊，因为这个薯饼啊会比较热一点啊。但是你火没有到那边就会了啊。这样的虾很好吃的啊，海天酱油到现在没有办法买到啊，我们超多方式让你去购买海天酱油啊，除了在我们平台你可以下单之外啊，海天每逢拜二拜四拜六啊都会做直播啊，在我们这里我们会 share 出他的那个 link 啊，或者是你要买的话来小翁干煎虾啊，你只是用虾去煮也是可以啊。啊 ，OK 了，豉油哦。有人说，哎，我不要这个葱头什么不，就是用豉油这样炒咯，也是可以的。哎呦，肚子饿嘞。这就是整只含在口里，哇，爽了。那个酱油味在那边。一滴吗 ？OK， 来，还有一个方式，你可以直接去 Shopee 买啊。你要买一点酱油啊，你可以去西马。沙巴的话，你去打三号深电999，你就可以买到海天的酱油了。沙捞越呢，深电666啊，新加坡必须要新加坡的 Shopee 啊，去印深电996就可以买到海天的酱料了。好，宝康区 UAJ 有分行吗？首五区有。首五区啊 ，S 首五。首五区有啊，在靠近巴萨那边。啊啊，好。你打Bigan Mark 啊？来，我杜叔棒现在可以过去不中吗？啊、你在 10KM 里面就可以有了。住宿班你可以去浦中，只要其实 UAJ 去了浦中，不到十公里了啊，少于十公里你就可以去了，多于十公里就不能啦、啊。海鲜有寄来新加坡吗？海鲜好像没有寄去新加坡啊，因为你过关。海天有，海天有啊，海鲜我们在讲海鲜，海鲜不要弄乱我。来，请问粽子为什么会贴那个叶子？上油啊，里面有上油啊，贴叶子啊。啊。贴叶子是不是油的问题？为什么会粘叶子？太绵，太绵，大过龙，太过绵。哦，你的棒太绵了、大过龙啊！海蟹不是油啊，是太过绵啊。可是这里买不到宝康记啊，如果要买宝康记哪里买？你可以去 Facebook 啊，写 Beacon Chicken 啊 ，Beacon Mark 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看看一下啊、哦。虾太少了，对，不够吃，不够吃啊！ Okay, 我一个人吃。如果你要切这个酱切，切的话呢，因为酱切怎样，我们炒容易炒，因为我们不是要我们斜切啦，斜切啊，我们不是拿去炸就不同，斜切的话就是说酱就快熟又好吃。我们住乡下的没有办法买到海天酱料嘞，你可以叫你孩子帮你订啊，订啊上网订，上网订啊、你每个拜二拜四哦，拜二拜四拜六哦，十点半。你在表弟好主意这个平台，我们会卸出海天的，他有时真的，我看他直播卖三个小时呢，他卖很多很多干粮，那么很多很多，他就讲解这酱油是怎样的，其实蛮这个米勒是相当厉害的人，相当聪明的人，你可以在他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。来，其实上次你们煮的一种蛋啊，五粒在一起的，请问那个什么菜名啊？第几集啊？那个叫冬瓜炒蛋。冬瓜蛋啊！啊，冬瓜蛋啊，那这个来做就很好做啊。你可以做冬瓜蛋啊。嗯。OK， 你可以这样切啊，你不要切，你可以这样切。来 ，JB 有记忆吗？好像有啊，应该是。你可以这样切啊，你可以这样切。也可以。啊、这样切就变成，等一下稍微炒一炒啊，整个这个菜就会那个来。啊，今天我们错的是。肉碎啊 ，OK， 来肉碎橄榄菜，我们有肉碎配橄榄菜炒这个桂豆啊。Will this be selling the new one after trying is good? Yes， 这个锅是肯定好，你看我们锅是做得很美的，做得很好，但是看那个我再给我因为一个时间。来，表弟可以教泰国那些班啊巴达亚吗？哇，越来越难哦。你们的麻油真的很香啊！哎，香到隔壁村了，你没有听到人家说？对，我们
我们呢少少赞美就好，不要赞到全家这样。没有人讲哦，隔壁村几眼就没有。现在他穿到隔壁村，他的形容词啦，穿到隔壁村。每次来炒面和做干捞，来我们这个花生油没有香到隔壁村，十倍多功啊！香到隔壁家。来，我们放花生油啊！米奇表弟现在煮的锅越煮越美啊，看起来这个锅不错啊，这锅是很好了。煮菜也是有关系的。我们这锅油锅热啊，我们放油下去。来，你这个贵豆有多少？这个贵豆啊，这个贵豆是差不多400克，400克的贵豆啊，来煎一下。这个贵豆8块钱。来，表弟得空做一个无细排骨。什么叫无细排骨啊？听得懂吗？有听到。来，海鲜直播是几点的？10:30啊，早上10:30。拜二、拜四、拜六啊，很多东西卖了。你们真的是要留守啊！他后面就介绍啊。真的，你做2个小时，我跟你讲，你会买很多东西的。但是要买有用到的东西啊。请问表弟，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在新加坡圣多萨的其中一个餐馆做厨师的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我在新加坡跑5间餐厅哦。来，米奇，今天是 GG Wong 的生日啊！来，我们前面很早就唱生日歌了。我的 GG Wong 很多很多奇怪呢。我们你的朋友一早就告诉我你生日了，我前面就唱生日歌给你了。你看一看，你等下你看重播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OK， 我们稍微炒一轮先。炒了一轮，现在我们换这个。OK， 来稍微炒一轮啊，那个贵豆啊。不用再加油了，这个是漏水啊，油水，加一点点油可以，因为漏水啊，粘住了，我们放点漏水贴着。来 ，talking about what chicken just now， 宝康鸡啊 ，chicken chicken， 100% natural 啊，想吃宝康鸡可以上网买吗？可以，开车来算命一个汤等一下我切出来有那个鸡，我们会切那个零嘴啊。来放你一个汤匙啊，来爆香下。来宝康鸡的店可以不可以帮忙去骨啊？我不会斩鸡啊，怎么办？他有没有转变的？有分开给你了，一点点的。OK， 放你稍微炒一下。我弟几次在表演冬瓜蛋啊？可以啊，下次啊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贵豆放下去了。来，点酱油有活动吗？关小火。来，关小火啊。我们就要关小火了。我们，你要。去看他们的海鲜有没有做红线什么之类的、啊。来，这是橄榄菜，一茶匙半，一个汤匙半啊。这个超好吃，一个汤匙半。我有试过茶面包啊。哎，它是带咸的啊。米奇很老实啊，谢谢赞美啊。一茶匙糖。一茶匙的糖，半茶匙的鸡精粉，半茶匙的鸡精粉啊，我们倒一点料酒下去。一茶匙的糖，半茶匙的鸡精粉，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料酒一个汤匙。为什么我煮妈咪鸡精是苦的？因为你的妈咪是放太多了。对，妈咪太多就会苦。或者是你的那个麦芽糖或蜜糖啊，你放少了。Do you send the wok to Singapore? Sure.但是你有卖啊，来 pinch of salt， 少许的盐啊，因为那个还是有咸的味，香到新加坡。What is the brand? Is it sesame oil? Any brand also can 啊 ，so we use the hard day 啊，我们用海天的香那个芝麻香油啊，这个花生油很贵哦。来，为了健康啊，价钱不是问题啊。当我们买车买喜爱的东西买包包啊完全不考虑啊，想到健康就要考虑价钱了啊。OK， 这个我们有油给它滴稍微滴一下。来，有机贵豆吗？这么贵了，你买多少钱这个？有机的贵豆啊，这么贵？没有啊，那间用小炒煎的店啊特别贵了啊。那间店呢，讲是200克哦，称一下180克。那间呢是开门来砍表弟了。都叫贵豆啊，卖贵豆，贵豆如果不贵的话，怎么叫贵豆呢？你可以的话，你就放久一点啊，那个水质啊、油啊、地干那边，然后你来放下去。哇，这个 ，Yeah， selling too many things already。Yeah， 我们
我们卖 everything 啊，只有表弟和表嫂和还有我啊没有卖啊，其他都有卖啊。来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来，你去看一下海天麻油啊，香到隔壁去啊，看表弟夸大来讲啦，香到隔壁去啊，你看啊。哎，芝麻油啊，然、啊、后你是煮菜的芝麻油是，这是花生油味的，花生油啊，芝麻油是另外一支，芝麻就这个煮啊，煮菜的，这是贵的，这种还贵啊，这个还贵，这个、是 number one 的，这个冷压了，这个啊，这个就这个可以，啊，这个就便宜一点了，啊，这个37.9啊，成本啊，嗯，啊，好 ，OK， 我们这个关火了啊，冬瓜炒端个冬瓜蛋可以浇多一次吗？应该我找不到那个视频、啊，可以，啊。酒店你可以直接私信他拿那个视频啊，他可以送给你啊。私信我。来 ，Hello can teach the confinement this please 可以做作业餐的那个食物吗？哦。来，我们20分钟啊。Hello， 这里跟大家带一个好消息给大家。啊。慧红今天早上做了妈妈。她已经做妈妈很久了，在讲什么？第二胎。啊，就是、再次当妈妈啦。再次当妈妈啊、哦。啊。嗯来，明天为了恭喜慧红啊，恭喜他们老公。明天为了做那个榴莲蛋糕。哎，啊，明天榴莲蛋糕哦，深夜厨房做榴莲蛋糕啊。榴莲蛋糕，嗯啊，来，肉碎不用腌制吗？肉碎不需要腌制啊，因为它已经是很容易，因为它是碎、啊、很容易上味，很容易上味啊，上味道了。OK， 现在的菜都卖很贵的，都涨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有时候弄小店哦。谢谢表弟和米奇，那是我女儿哦，那个也是你女儿。你的那个是放猫的 logo 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OK， Gokki So， 来谢谢，再给多50颗星啊！谢谢。表弟得空你可以煮一道鱼咬羊吗？北京名菜。问题是我连名都没有听过，你可以找资料给他。德顺蛋，哇，德顺 ，nice 啊！哇，药材味出来的，它、啊、真的味道跟那个药材鸡一样哎、欸，一模一样的味道啊！Singapore can buy from Harday Life, sure can. OK， 鸡精粉用什么 brand 呢？也是海天啊。来，我们用的所有酱料都是海天啊。请问料酒哪里买什么牌子的？也是海天啊。料酒你可以上网买。来，我重复啊。好的，这里。如果你要买所有的海天的酱料的话啊，请去 Shopee 啊，你去走一下啊 ，Shopee 的 shopping， 西马沙巴，你 key in 三号啊，深店999。如果沙拉瓦的话，一定要深店9666啊。新加坡要去新加坡 Shopee 啊，深店996，来你 screenshot 你就可以找到海天的所有的材料啊，和那个酱料啊。来，谢谢，恭喜慧红啊，谢谢来。OK， 这个药啊，我还不知道它过不过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蒸久一点啊。OK， 可以看一下你还不过啊，还不过，这药还不够，等一下我再蒸过了。哎，再蒸一点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够，还不够软嘛。哦，药不够软 啊。对，因为我没有等时间，我就快嘛。你就，所以这药可以要等多久？我建议你，如果你用蒸要蒸三个小时哦，蒸要三个，蒸到它出味啊。嗯。就是压最后的时候，你看它的压是味美的、哎，它还是不够软。但是它是熟了是吧？它是熟了的，它是不够软。不够软啊！不够软。压一定要软啊！嗯。啊，那么我们先出去先哦。鸡要滑，压要软啊。啊。OK， 来要看花生油啊。来，我们花生油是长这样啊，过来也是海天啊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。好，来，谢谢你们，恭喜大妹啊，她应该是在医院休息着啊。好，恭喜，应该讲啊，我要做阿公了。你不是做阿公很久吗？我们做阿公了。啊，恭喜表弟做外公。OK， 那我们首先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、啊、这个虾先啊，哎、欸，有开灯吗？啊，开有灯，很暗呢。虾先啊。OK， 那这个是我们的哎 ，Andy， 谢谢你100个星赏。谢谢 Andy 啊，对，小哈。所以这个是小哈、啊，这个秋江啊、嗯，啊，当然是不够吃的，这个是要蒸的啊，每人一只啊，不能抢啊。嗯 ，OK， 啊，这个就是啊我们的那个富贵鸭。来富贵鸭啊，走、富贵鸭，你可以拿它的料下来看啊，看它料可以直接吃的是，啊就直接吃，然后不够软啊，我们还要再蒸，还蒸一下，要去蒸锅掉、啊，就是要蒸啊，如果用普通的锅，让你蒸锅啊蒸啊，要蒸三个小时啊，嗯，其实我们在 restaurant 我们蒸不止三个小时，点味道，
OK 来，我们有这个 perfect, 味道 perfect， 贵豆炒这个橄榄菜啊，还有加肉碎啊。OK， 这个贵豆炒饭就一流啊，贵豆再配那个橄榄菜啊，贵豆炒饭，贵豆。整贵豆不能炒饭了吗？贵豆可以炒饭，用贵豆炒橄榄菜，贵豆切成那个碎来炒饭，不好吃啊！哦，你说这样的哦，可以吗？所以橄榄菜炒橄榄菜肉碎，我可以贵豆吗 ？OK， 你看橄榄菜肉碎，贵豆炒饭啊 ，OK 好。来，最后还是感谢大家。Tomorrow what night show 啊 ？What time 啊 ？9 PM 啊 ？9 PM。不过明天我会教大家如何。去烹饪一个bak kut teh， 它肉又滑，肉质又滑的 bak kut teh。好，我们期待明天，好不好？所以明天记得啊，深夜厨房有那个榴莲蛋糕啊。榴莲蛋糕。啊。后天好像是那个什么鱼柳，炸鱼柳。啊，炸鱼柳啊。啊嗯。OK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5:30。啊 ，special 的。special 啊。教大家 bak kut teh 啊。拜，谢谢你们，拜。